关心孩童的成长议题，乳品大厂连续第三年以捐赠牛奶和证书的方式照顾偏向弱势家庭学童的营养与学习，更和奥运羽球国手周天成合作，送爱到云林乔真国小羽球队以及偏乡国小，透过实际的行动增加孩童的乳品饮用，提升钙质摄取，更为小小的运动员们开启另一种可能。